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2022-2023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女子组的季军争夺战。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在福建安溪铁观音女排和深圳澳洲虎中赛龙华女排之间来产生的。昨天比赛呢，这个深圳女排是3-2先胜一场，今天呢隔天再战，应该说第二场比赛对于福建女排是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演播室，我们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北京女排的原主攻手张哥，和我洪坤一起呢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转播。你好张哥。洪坤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昨天晚上比赛呢，应该说我们球迷朋友都看到了，这场比赛当中无论从比分也好还是从过程来看都很激烈。那最终在关键分尤其是决胜局的比赛当中呢，深圳女排把握机会能力可能会更强一些。这场比赛呢，张哥你觉得从在关键局的决胜局也好，包括在前面的这个对抗也好，深圳女排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可能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分析赛后的这个技术统计来说，昨天深圳队给福建女排网口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在拦网得分这个环节，双方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昨天拦网的得分是14-4，也就是深圳队是通过拦网拿到14分，而福建队这边拦网是只拿到了4分。所以昨天其实从进攻来看，深圳队整体来讲多点开花，可以说是还是打得非常的顺。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边攻上，包括昨天其实让我感觉比较意外的是，他们在复攻的这个球上比之前的比赛中好像明显的增多了一些。昨天他们这个激励柳科这个位置是拿到了18分的这个高分，也确实是在进攻环节做得比较突出一些。那福建队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是打整体，然后他们的防守是拼的是非常凶的拼的是非常顽强的。那昨天我们看到其实郑义鑫也是发挥出他队长的这个作用，拿到了23分，但是可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的比分上处理的还是稍微的弱了一点点。那其实我觉得是在整体网上的这种火力上，福建队可能确实是还是弱于深圳队。那其实今天我觉得福建队还是在细节的把握上如果能做得更好，我还是相信会有机会的。像刚才张哥也讲到了，昨天呢这个深圳女排在复攻线激励柳科是拿到了比较多的分数。其实在前面这个前两个阶段比赛当中呢，深圳女排更多还是依靠着自己这种高举高打边攻手的得分比较多为主，但是看到在三四名的这个争夺当中，他们也是打出了更多的变化。那你像在昨天决胜局呢，这个福建女排啊，这个二传在组织方面是比较坚决的来执行快变，但是成功率并不是很高，那还是很坚决的在执行。是不是在这种自己的一攻打不出来的情况下，要去来做些一个变化？二传在这种组织方面是不是应该去多思考？其实我觉得在关键时刻也不保守，那坚决还是去打快变，这个思路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可能就是现场执行一些机会，就说这个球我给快攻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和最好的机会，在这个方面还是需要看临场的这个情况是如何。那其实我们知道福建队的这个边攻可能它不像很多队伍它拥有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看到今年把郑一新放在这个接应的位置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他更有效的进攻手段其实还是利用他的脚步，包括他跑动到二号位，就算打高球也是希望利用单脚背飞的这样的战术。是，那其实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二传想要去用一些快速多变去得分，这个思路上没有错，但是还是在我刚才提到的，一定要把这个机会观察好。像刚才也说到这个郑义鑫今年呢是打了接应位置，跟复工是兼着在打。那么他的这个接应位置呢，也让我们看到在联赛当中这种双背飞的战术啊，包括像背交叉的战术是又非常多的能呈现给大家。对，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看的跑动进攻。那说到郑义鑫，他今年这个位置上的变化，因为他在复工线上呢前几个周期也是在国家队有过进进出出这样的一个经历，那现在呢复工线对于拦网要求比较高，他的身高可能会有点吃亏，那你说他在换位置之后来到接应位置上的话，会不会让他再重新进入到国家队有一个更多的选择？其实之前我了解到郑义鑫在进入国家队之后其实也考虑他位置上的一个调整。这个应该是很多教练都会对于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球员会为他考虑很多的可能更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那其实他今年在福建队调整到接应位置，一方面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球队的需要，那另外更多的一方面可能福建队的教练也会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履历上是不是能够再更进一步，能有更多的优势。但是其实无论如何，我们从联赛的数据也好，他在场上的表现也好，他在福建队的作用也好，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们应该是
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就是大家一直说他之前一直是打副攻嘛，嗯，作为一个副攻，他能够在后排防守去接一传，这点来说确实他这个球员在场上首先作风非常不错，其次确实很全面。嗯嗯，那么比赛呢，前方呢也是给到我们的信号，我们一起来到比赛的前方。饶赛区第158场深圳澳洲虎中赛龙华女子排球俱乐部对福建安溪铁观音女子排球俱乐部的比赛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么在国歌之后呢，这场比赛即将开始。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像郑一新他的这个变位置上的变化，那么他在今年联赛当中可能也会承担一些调整功包括后攻的任务，我觉得这个锻炼也是让他在自己的这个进攻手段也会更加全面一些。嗯，那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从打法看还是会有一定差别啊，这个福建女排更这个是像我们比较传统看到的这个中国女排亚洲女排这种快变的打法为主，而深圳女排更多还是这种高举高打或者两边拉开为主。陆毅国家级重庆，司宪员赵琦国家级山西，侯勇国家级山东，鹰眼挑战裁判员魏杰国家级四川。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我们也是来看一下今天的双方首发阵容。中赛龙华女子排球俱乐部队长八号薛逸姿，一号克黎舒娜，七号雅克西奇，九号比琴科，十六号基里柳科，十七号达雅纳波斯科维奇，自由防守队员五号米洛杰维奇，主教练马舒宁。福建安溪基本上也是今天的这个首发是这个联赛当中的一个常见的首发阵容。二号张静，六号梁伟凡，八号庄雨山，十一号梁叶佳静，十六号梁桂倩，自由防守队员十三号郑欣怡，主教练沈哲。福建队也是终于在决赛阶段，我们看到主力他们的这个联赛出的主力阵容几乎是比较完整了。嗯，是，包括在第二阶段呢一些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场次啊，我觉得福建女排这个替补二十人像殷小兰这个只有18岁在联赛当中有机会登场，包括从他打的几场比赛这个传球来看也还是非常不错，很有潜力的一名二传。 对他这个首先他的这个身体条件还是在二传这个位置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又非常年轻，对，2004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队员，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福建队今年也是给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场上去锻炼啊，也是非常培养。比赛开始，深圳队先发球。好球。嗯，你看一上来就是有机会，还是要利用这个郑一新他最擅长的这种得分的手段。嗯。但这种这样的打法就对于福建女排的这个一传要求会更高一些的，是一传不到位的话相当于二号位的这个进攻就比较吃力。嗯，
其实一支队伍各个位置上的人员他的一些打法，要就是说教练要做的就是把这支队伍的整体去符合这支队伍的打法。你看就是之前大家应该有印象，像上海队的这个张磊，他也是打单脚的这种背后，包括前后的前交叉呀，背后的这种二号位的跑动，他就是以这个擅长的，以这个为主的，甚至是他的一些二号位的调攻，他也是利用单脚去起跳。那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是善于去变化，他是善于去打速度，但是他如果定点强攻的能力并不是他擅长的。是。那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你在接应拥有这样的攻手的时候呢，那在主攻的这个位置上，你可能需要一个强力的主攻去搭配他。是的。像张磊他在国家队的那批那个时候，那国家队的主攻是王一梅。那其实这种搭配就是比较均衡的。张先生跑动进攻的话，对于攻传配合要求也比较高，像刚才这个福建女排就没有抓住反击机会，这个攻传的失配了，给的稍微低了一点。其实今天福建队在全力去冲击对手这个同时啊，要去把进攻的火力要加强，另外其实在小的环节上，包括自身失误方面一定要控制住。那其实昨天深圳队在失误这个环节是非常多的，五局比赛送了30分，福建队是20分的自身失误。那其实福建队首先作为他们来讲的话，你要准备今天深圳队也许不送那么多分了。那如果深圳队不再送那么多分的话，这些分我要从哪个方面去拿回来。庄宇珊这个球四号位没有发力，拐了一个直线。一传到位之后呢，在三号位来打短平，球在这个给到薛逸之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个抓到一个防守的空当。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虽然现在已经打到决赛阶段了，一整个赛季雅克西奇其实他给的球的速度啊，确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是薛逸之的希望的那个节奏。是他可能习惯了给这种高快啊，给的就是高举高打的这种节奏。欧洲整个复工的节奏和亚洲还不太一样。对，有效升起，看一下反击。庄宇珊在四号位打了一个大调攻。发球，一传还是不好，看一下福建队这个机会啊。还是庄宇珊，其实这个深圳女排虽然已经进入到这个三四名的争夺，已经相当于这个赛季最末的这个比赛了，但其实经过历了一个赛季的磨合来看，他们更多还是靠个人能力，包括像蓝防那种配合也没有说达到一个很流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对，郑一新后排防守起球，哇，漂亮，就是拍了一个大长线。对，反击高点长线，这个其实这个对于特别是小个子的主攻来说非常好用。深圳队今天福建队今天的开局不错。
ball, they hit grass. I want to shift because if they hit the ball, I want to get that ball. I get it. Go, let's go. Nothing different. It's okay, it's okay.郑一新继续发球，一传还是接不到位。现在呢，深圳女排这个一传是完全不能形成有效的一攻，对，所以这种推攻球呢，对于福建来讲是非常轻松的，因为他们在用上到网口的平网攻还是跑动起来之后，对于篮防非常有压力的。是，你看福建队他在。球到位的情况下是有非常丰富的战术的，包括他的攻守也是打的速度比较快、嗯、是，那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你一支队伍就是你自己是什么特点，你可能就更善于对什么样特点的对手。是的，福建深圳队他自己一直高举高打，其实他对这种快变的对手他可能就会比较头疼。嗯，连叫两个暂停。嗯，再有一点就是今年联赛打下来之后呢，深圳女排二传雅克西奇的整个调整球的弥补能力其实也相对来讲一般一些，一传不到位的话，他有的时候给攻守的一个球啊，他的修正能力显得没有那么强。嗯，而且其实我经常提到，就是你打到这种决赛不管是冠亚军决赛还是像三四名决赛，你这个时候赛前你的准备，你对于自己的调动，就是你这个是不是从一站上赛场第一分开始，我就可以把这个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拿出来，我最兴奋的这个点提升起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的，这个比赛可不是说我到了第五局我才真正的兴奋，那肯定是不行的。今天福建队确实进状态来看的话，就明显比深圳队要快很多。还是庄宇珊在四号位的反击腰线。后排防守判断失误，球落在界内。其实防守还是不主动了。嗯，这个球其实就是一个腰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这是一个主攻最用的最出现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换人了，换人来接一传。终于是在反轮当中啊，这个布斯科维奇在四号位打中线。高点的进攻。小前区。哦。杨慧倩这个球也是应该是会观察对方的这个拦网，你复攻一旦没有人盯我，主攻不并拦，复攻不盯，网口上就是有机会。漂亮，这是一传到位之后快攻掩护的二号位进攻。莫斯科维奇第二阶段的时候有一个阶段他的状态可能是相对有一些起伏，显得稍微低迷一些，但是我们看到了决赛阶段他昨天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是拿到了18分。嗯，前排有效撑起，看反击给的都是比较开网啊。刚刚二传给到这个叶嘉靖这边连续两个扫位都是比较开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意识的打一些开网的球，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
我个子矮的攻手如果面对的是比较高大的拦网的话，那可能稍微开网一点，因为我的这个攻进攻的线路这个放射的面还会能打得更开一些。是。还是给郑一新。哦，这是给了庄宇山吗？庄宇山，应该是庄宇山。连续两个后三。嗯。但你看郑一新啊，在一攻打完后攻之后马上参与防守，然后再准备这个反击，又准备来后二，就整个在场上无球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大家练到这个阶段，就是你很多球大家都是可以防的。嗯，那为什么有一些觉得哎难度很大很突然的这些球，为什么有的人有的队伍你觉得他总能抓到这样的球，其实就是在场上我随时去准备，我就是无球意识是非常强的。这个不是说赛前我强调一下就好，这是跟日常训练挂钩的，我日积月累的都是以这样的要求去执行，那我在比赛的时候才会，就是我意识形成习惯嘛，在比赛的时候才是这样的。是，好球。就是在四号位连续进攻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呢，转移到了二号位的后攻被拦住了。半开网组织快攻有点暴露，对，这个意图还是被对方看出来的。对，其实这个球七里柳科也是赌一下啊，我就是死跟了福攻。福建队这时候换上林月欣，四号位的一个调整工，还有林月欣刚上场，这个球处理的不够果断。嗯，我们看，其实这一阵子深圳队从被动的情况下，现在缩小比分的差距，主要还是从网口上、拦网上去给的压力。嗯，也抓到了郑一新在后排这个三轮的两点攻啊，嗯，确实这个跑动进攻呢，郑一新在后二的突破能力还相对，有限。一定要放开啊，放开，不要撅正撅在那个地方，我们这里先着放的嘛，知道没有？大篮打有就打，打不走，我们先可以防守，我们后排做好，来，来，亚洲，你们大篮打，没事没事没事。啊，丢的都暂停还是起到效果了，这发球节奏被破坏掉。对，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节奏，有的时候其实在比赛当中看不出来，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观众可能看的时候很难能看得那么明显，但真正打起来之后啊，包括你像每一分与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攻传节奏其实挺微妙的一个细节。对，拦住了，就是你对比赛的一个感觉，有一些分数，有一些就是你在这个表面看来你觉得可能这一分没什么，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比分来讲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那一分的这个是谁得，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至少是一局的走势可能就是很重要。对，这个就是在场上的一个感觉，是你有一些比有一些分数上你要抓，包括就是你要不能失误就一定是要控制的。嗯，而且刚才是他们最后的一个两点攻，所以这个发球真的是宁可先保不失误嘛，因为是对方的一个弱轮。对，后排防守起球，郑一新只能先处理，
好球，居然好球。嗯，好球，这个反击得分还是非常长气势。你看深圳队其实就是刚刚追到10-12，暂停之后回来一个发球失误，现在马上10-15。是，就是因为你是之前本身你是自己的队伍在起势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连续上分的情况下，一个暂停回来发球失误，你就中断了，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上分的这个趋势给中断了、嗯。是的。第六颗在二回的一个跑动进攻直线。看到了双人拦网之后呢，阿里耶娃切了一个小斜线，对，他半决赛表现也非常出色，是没错，这个球复工确实左手给的不够啊。三个前排的三个点都在跑动，这个反击球还是我们看到刚刚福建队这边慌乱中出球的质量稍微欠缺了一些，被深圳队抓住网口的机会。往了一个空门，拉里耶娃还是对郑一新的这个跑动啊不太适应，对，完全没跟。因为正常你看郑一新他打复工的时候也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复工特别是善于打背后的复工，他自己的背后光背后的战术就有很多种。嗯，你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哎，咱们可能通过镜头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哎，他就是在跑背后 跑单脚背飞，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位置都不一样，是短点长一点、啊、对。但是今天在一传环节呢，第一局深圳女排的这个起伏还是太大了，嗯，都是追凶的这个底线发球。对，而且其实你看现在我这边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福建队发球直接得分是三分，这三分都是在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有的呢是可能两个人之间让球，但是像刚刚也是直接发到这个位置，自由人是出现了失误。嗯，非常敢打。林云欣上来之后除了第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这个有机会的还是发力在扣。嗯，
这是三号的短平进攻，月之再次被拦住了。对，也是到位的情况下，张定这一点就是死跟这个复工的战术。其实你看薛逸之他现在的复工的球，他的上步也是压了一个节奏在上的，是，这不是他之前包括像上赛季他的这个节奏复工球的节奏都不是这样的。嗯，那包括其实因为他之前到过北西女排嘛，嗯，那个赛季也是他的中间的复工球他其实是可以打得非常快。是，那我们传统像习惯的复工都是基本先启动，然后对相当于等球再扣。对，你要在空中是等二传把这球喂过来，这球可以说是一冒头马上就下手了。是的，第二个24。一传不错，好球，这个点打得很高。对，这个吊球的位置选择的好，因为我们看这个球是等于两点，这个给到了第二点的进攻，但是我们看其实深圳队这球的拦网重心还是在第二点上，所以两个人起来拦网之后马上选择一个四号位的这个死角，你主攻一旦进来并拦，四号位就是一个死角。是，第四个一传的失误，刚才这个加三的战术啊，就现在男排女排相对成功的还是这个国际比赛更多一些。嗯，一二点的这个节奏是更快的。对，泰国女排啊，包括像这个巴西女排会更快一些。对，很多你但这个节奏不快的话，相当于说这个进攻的战术是扯不开拦网的。是，没错，你这个这种现代排球，你打到这种就是相当于我把本身扯开的三个点，有两个点是缩到一起了。嗯。你打这样其实等于把对方的拦网我是有点集中挤到一起来的，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节奏打不出来的话，你相当于让对手的拦网变得更简单了。是网口争球，二传一般在争网口球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对，这样第一局的福建女排是25-17先拿下，主要在发球跟一传环节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发球直接不仅有得分，而且这个破坏一攻的尤其是有一轮发球压了深圳女排大概有个4-5分这样子，把分差拉开了。我们稍事休息再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回到场上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包括在刚才局间呢，看到技术统计，从进攻端福建女排17-10领先七分啊，这真的是在一攻打得很流畅，而且通过发球呢也是破坏掉了很多深圳队的有效一攻。其实第一局来看的话，福建队相对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然后虽然有一个阶段他的进攻在网口上受阻，但是其实还是能够去，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从战术跑动啊还是其他的去方面去想办法。那第一局来讲的话，深圳队其实还是起伏比较明显的，是前面也是落后，开局就不太好，落后比较多，然后又去追分之后又开始出现一些这个一传的问题，所以就是比赛中的这个起伏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一分呢，看到庄宇山是主动来帮前排主攻接一传，但整个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出现失误。我们看到第一局的进攻得分来看的话，福建队要更好一些啊，福建队是15-10，在进攻得分上要更多。好球，这是二次攻给到了4号位的进攻。球应该喊一下呀，后排已经去来补这个直线了，对，就触网了。场上一定要该张嘴的时候，该喊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不能懒啊。有效撑起，张一新在网口是一个推攻处理，不到了。这个球给到2号位的调整工呢，稍微有点开网。对，这球有点仰着，球保持在头后，有点仰着打了，这个过网点比较低。这小球上的不好啊，你看这其实就是到手球，如果到手能够更加仔细一些，这又是一个到位的反击机会。还是庄宇山，其实第一个一次攻的那个球，前排3-4号位在跑动，然后二传给到2号位，可能有点太想把这个隐蔽性做好了，球的稳定性没有到位。福建队这边也失配了，两边都出问题。
如果打成这种多板的强攻的话，还是深圳女排这个高举高打要更强一些。对，因为你看他们不管是波斯科维奇还是阿利耶娃，这两点的强攻棒头都是非常足的。是，那这要求呢，福建女排在一攻当中啊，这个二传传球一定要稳定，一定和攻手这个配合要给舒服了，不然去来打多板攻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吃力。这次的节奏再给他找回来就可以了，安安心心要打好每一个球，耐心啊，那完了不好球呢，同伴之间呢要相互的去弥补一下啊，明白没有？有，耐心过了啊，过了啊，知道没有？重新开始啊，加油！沈泽指导其实说的这个，绝对是这个阶段福建队的重点，就是要耐心。先像刚才那个球，那次球本身是深圳队的一个失误，是第二次的垫条直接过网了，那拿过来稳稳当当的，就是踏实一点，再心再沉一点，然后反击去打战术也好，或者是去把这个进攻组织起来，那可能这一分就拿到了。是，但是感觉现在就是你能感受到场上的球员他是非常着急想要得分的，但是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显得有一些急躁。好球，李月欣。篮网没有并上。对，这个篮网感觉各篮各的。是。就是通过发球来冲击深圳女排的前排主攻阿利耶娃，抓了一个探头。发前排主攻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是这种送探头了，因为其实这跟攻手心情有关系。因为前排的这个攻手，特别是就是前排主攻，很多轮次都要退下来接一传。是。那他有的时候往往就会比较着急，就是我接完这个一传，赶紧去跑进攻。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一边身体重心向前，一边顶着，然后一边往上跑着，然后一边接，这个球就确实非常容易过网，容易把这个向前的力给送到这个一传的这个力量上。对，其实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前排主攻会提醒，就是提醒前排主攻，你一定要先把一传接好，然后再去考虑进攻的事情。这个前驱发成了啊，庄宇山这个一传前驱稍微的脚下慢了一些。对，再一点，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很多队员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站稳的时候先摔，这个可能还是跟很多欧美的一些像队员在地面的习惯不太一样。应该郑一新吗？来看一下。对，来保护了一下这一传，也没有接好。还是想要找庄宇山这个位置这个区域来发，因为我在过去接一传的时候，我在这个一号位这个区域接一传的这个轮次，我也很头疼，很讨厌，因为你主攻大部分是时间你都是在五号位六号位四号位，对，那边你是这个面是冲着这个这个方向，对，冲着右边这个方向，然后你忽然是反的就非常别扭。哇，乱了，这个拦网之后这伸手干扰到了自己前排主攻的来防掉。所以我们看到你越是比如说场上有点乱的这个情况之下，被动的情况下，场上要多张嘴多去沟通。像这个球主攻早一点喊一声，拦网队员就不会伸手了。是的，掉头。还是跟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毕竟现在比分落后啊，这个年轻的队员或者这种队伍在逆风球的时候会出现急躁。
攻球虽然是没有完全配上，但这种快球其实如果打刺的话，有的时候效果都挺好的。对对，就包括复攻球很多就是不一定非配的那么舒服，嗯，只要有球头，那复攻去高压吊球啊，去抓一下抹一下呀，经常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好球，一传到位之后的跑动进攻，郑一新的二回的跑动打后排的空当，非常流畅啊，这个背飞。我感觉郑一新他在打这种单脚背飞的时候他的自信都不一样。嗯，再有一点，他在身后球跑动起来之后他的适应球能力很强。对，高一点低一点啊，他都能处理的非常合理。对，没错，而且他你看他这个复攻球背后，特别是背后的球，他的两条线路可以打得非常的清楚。庄宇山，我觉得通过那个亚洲杯的锻炼之后啊，他的一个处理球的合理性也更多了，更强了。打球作风非常好。是。两边都出现发球的失误。这个球，雅克西奇也是努力的想压前排的主攻啊。这球传的不好，就是在面对小球乱球的时候还是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就是如果是双方都是在面对这种小球乱球的时候，就是看哪边先把这个小球起好，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一传到位，漂亮，就是打了一个一点二回的背快。对，你看这个球郑一新他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给到第一点，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第一点都打下去了，这个阿里耶娃还在跟着郑一新在跑呢。对，几乎是一个空网。对，前面薛逸芝这边在犹豫要不要跑四号位，你一有犹豫这边第一点背快下去了。四号位在防吊当中呢，跟的稍微慢了一点。嗯，阿里耶娃也确实是一名非常有这个经验的老将了，他是在处理球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对，很合理。包括他看这个拦网的位置，包括看后排防守队员的位置，看得非常清楚。是。稍微打一个斜线，
皇后的争夺，这个博斯科维奇确实是力量上明显更胜一筹啊。是的。反击这个球，庄宇珊的线路选择还是非常合理的。这边换人发球，换上了九号陈海磊。过渡一板，高点越过拦网手，打一个六号位的落点。其实这次换人已经成功了，在后排抓了一次防守的机会。是。漂亮，一传到位之后还是在快攻来突破。嗯，梁伟凡同样也是在看一下后排换人发球，换上十八号殷小兰。其实沈泽知道这个阶段的换人发球，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希望通过换人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去寻求一些机会，包括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是，嗯，而且你看这两次换人发球都奏效了，一次抓到反击，而且这个是发球直接得分。我觉得这种换人也是队员，这个教练员对自己队员也非常了解跟熟悉，知道他的特点是什么。你看这局其实一直可以说一直深圳队在压着打。嗯，那你通过不断的比如换人呢，像这种节奏上的去打乱啊，哎，有可能会起到效果。是。深圳队这次一攻也是非常重要啊。第一局的时候连续两次暂停，回来之后一攻都没有打过。看在目前还领先的情况下，这个一攻能不能够成功率更高一些。暂停受影响了。对。其实殷小兰这个球应该在发之前还是去想了很多的。嗯，我们看到这个也发之前嘴里也是念念有词，可能也是在提醒自己一些东西。是，这时候不要想别的，就想那技术动作可能会更有效一些。嗯，一传不到位，四号位的调整功。阿里耶娃后三的进攻呢，打到了界外。
非常进网啊，这个球。哦，这是挑战了这个直线的进攻。正好压在边线。漂亮，四号位拉开的非常快，庄宇珊打腰线。那个球最后一下手腕上的变化啊。福建队再次换人发球。同样也是在这个二十三号位有一些跑动的战术，打了一个短球，背后的短球。真是对他的进攻，一旦在网口形成一对一啊，他就非常的相对就比较轻松了，因为毕竟他们的身高网口的高度上还是有不小的优势。嗯，是。打准球啊，这分球不太应该啊，没包满球。阿里亚娃一传顶的是非常到位的，还差一分的情况下呢，深圳女排是被迫请求暂停。嗯，其实在我看来，像这种失误就感觉有一些，怎么说的，就是没太有道理。就是你看打到这个程度的队员，你在这个时候也不是说是你比如说局末的这个焦灼的这个比分上，或者是你很有压力这种比分，然后也一切前面打的都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正常的进攻起来，然后打不准球出现失误，这个确实我觉得稍微有一些。中线也可以下呀，想打直线，但是确实我们都知道打直线会更难一些，因为这个面太小了嘛，特别是打绝直线，你稍微手腕拐的大一点就出界了。这个防守跟掉稍微慢了，球没传得很到位嘛，阿里耶娃掉了一个反角。阿里耶娃处理球还是比较合理的。是的。稍微进攻力量非常大呀，他在控制球方面，我觉得手上的控制球能力很强。对，他这个切一下啊，然后又拐一下啊，球感很好。
一传，前排该进攻给你了，你就大胆打；二传信任你，你就给我大胆冲出来就完了，知道没有？平常心啊，平常心进入啊，注意力集中在球上面就可以了啊，过了就过了啊，对。阿端，给你大胆打啊！我也有，对，张静也就准备啊。林兄的发球又是迫使福建队打调整攻，我们看一旦就是这种打调整攻，你要攻守要面对我打暴露性强攻的时候，其实对于福建队的边攻手来说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是的，因为首先这个高度上不占优势，那如果让他们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这个速度优势的话，确实是会比较困难。金立在处理了，球垫到了标志杆外面，有点太拉开了。这球发的性能非常不错，场上有一点乱。好球，有人好球，上速度了。其实双方的这个多回合啊，都有机会能够抓得更好一些。嗯，还是在这些小球方面啊，这个都不是很稳定，有点粗糙，反击的质量不高。后排的防守非常拼，但是我们看到你重点就是要通过积极的防守要把它转化成进攻的机会才可以。哎呀，福建队要挑战，那个吹了福建队的触网，队员应该是觉得并没有触网，还是可以看一下。而且还有一段这个一点啊，就这段时间，他们在整个的后排防守，确实在一些位置划分当中啊，谁的责任这个区域也有点不太明确。场上队员要去来多沟通。就我觉得他们现在场上的问题可能，更多的在于第二点，就比较场上防守难度比较大、比较乱的情况下，第二点接应的这个。问题就是第一点防的不错了，但是可能球的难度比较大，那起球了之后第二点来接应，谁来接应，谁的位置是更有利于把这个球调整好的。是，我经常说这个真的不是说第二次不管球在哪儿都得二传来调，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二传比如说奔跑过来我也得垫调，是，那其实完全可以离得更近一些的那个队员去垫调。是的，
发球也没有攻击性。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还是有点饱啊，嗯、这个球发比较灿，一传到位之后呢，通过二回的一个跑动进攻，第九回的直线得分，这样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深圳女排是扳回一局。而这一局呢，主要在场上这个一传，包括一些调整功的突破能力上面呢，福建女排还是显得稍微的欠缺了一点。我们稍事休息，再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局的争夺。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那么第二局刚才统计也看到这个失误环节，其实第二局深圳女排失误送分有八分之多。嗯，在主动得分方面呢，深圳这个福建女排只拿了14分，确实给机会自己也没有抓住，包括在一些反击当中呢，就像刚才张哥也说到了，这个第二次调整球，你首先要给攻手传舒服，有一个更好的发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在通过场上的表现来看，双方都是有机会能打的，就是把这个比赛的质量打得更高一些。嗯。那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在这个比赛场上的时候，随着心情的变化，这个你的技术动作啊，发挥都是会非常的不一样的。是的。这球平打。这球林月欣确实是能看出来他是有意识的在平打啊，但是有没有打到拦网手，这个裁判的判断应该是出界。福建队看来还是是这个深圳队要挑战鹰眼。那刚才裁判这一分是判了打手出界啊，对深圳队来挑战。
专业山叫本尼好一传啊，也送了一个探头。这次反击的速度比较快，给到了四号位打了一个中线，还是没盯上。这样呢，第三局上来之后呢，深圳女排是3-0领先。一传给他保证，一传质量保证好，然后攻守给你了，你就给我大胆的下手就完了，知道没有？老是去着急要去做下一个动作，啊，不要着急，然后攻守，啊，攻守大胆的下手，知道没有？怕什么？啊，你大胆往前冲！啊，你不往自己的，要往前的，要往前，不用不用，不用啊，来来保证，不要走。直线防守取位比较准，对，更新调整功，这是一个平打，嗯，刚才这一轮也是福建女排的反轮啊，开局之后，所以呢在整个跑动当中，郑一新需要从四号位跑到二号位来打进攻。防守腰线和斜线位置还是往里收了多了一点，面没有完全转过来。我们看今天比琴科其实他又不是首发，但是换上来之后效果其实还是很好。是昨天的比赛其实他就是后面换上来的，拿到了13分。那昨天他换的可能是阿利耶瓦，今天换的是克里苏拉。接外了，三十拦网想去来切这个斜线，对，这个区域看的是没问题啊，嗯，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防守的空档，但是这个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哦，还是我觉得这一球还是有一股子这种倔强在身上的啊！刚才那个失误了，这个球又是切的这个斜线。我觉得在暂停回来之后还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沈泽指导也说了，这个就有机会就敢打。不要想太多，敢于去发力，这几次进攻的节奏也很流畅，下手也比较果断。也是防守给了福建队网口的机会。
这个球有点着急啊。对，可以从网口直接处理，但是就是打手了吗？波斯科维奇是表示这个球是打手。漂亮，快攻掩护的四号位拉开。吊球还是经常，其实像这种吊球被反拦回来的，还是在这个过网点的这个把握上。因为攻手通常肯定是希望这个球不能掉得太高，嗯，就是我要让这个球下落的速度能更快一点，赶在这个防守队员上来之前。但是你这个球既然要吊球，要首先越过拦网手，这是第一要素啊。这分防的倒是很尽力啊，最后是用脚把球垫过去啊，但是直接送了一个探头。嗯，包括像之前看到这个暂停当中啊，郎导也说这个吊球时机争取还是要在对方拦网下落的这个时候再来吊，对，让他没有整个的核心的力量去来反拦的时候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其实还是不能因为我是吊球我的起跳不充分，嗯，就是我要一定要像中后一样去上步，充分的上步，充分的起跳，包括做这个扣球之前的拉臂的这个动作是也是要有，然后最后一下变化去忽然变一个吊球，这样不管是对于拦网还是对于防守人来说都是有一个迷惑。是的，林月欣在四号的一个拉开球打手出界，漂亮，这个直线漏的比较大呀。抓拦网之后，这个提前跟掉，那么六号位球员要去想办法去来补这个直线，两边直线都要补。其实六号位防守队员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曾一新确实他这个后攻的过网点还是不够高，就被阿里耶娃直接拦住了。其实郑一新想要从副攻去变成一个这种边攻的攻手啊，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嗯，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需要去适应的。哦，好球，这个后二进攻打了一个腰线。又是吊前区的发球。一传不错，这个战术把三个拦网这个全都挤到一点了，就全都挤到一起了。刚刚这个战术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他这二点的节奏还是慢。嗯，对，起的稍微慢了一些。对，第二点比第一点其实理论上来讲的话只能高一个球到一个半球吧，就一个半球吧，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你
如果跟了我第一点，你在下落的时候，我第二点必须要打下去。你不能给对方就是说我第一点可能哎我颠了一下，就我起了一下，然后再落下来马上跳第二点也是来得及的，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掉前区，身体的面没有对过来啊，手臂跟着球滑走了。还是找秉行科这一点来发。普攻的处理球，看一下，好球，更新处理，挂一个漂亮，嗯，这个拍后场直线弧度刚刚好啊，这是落在了后排的空当。对，这球打的还是非常聪明，因为我们看其实更新他的这个调整攻的能力的话，面对双人拦网啊，又是高度又非常高的双人拦网，可能不是很有优势，所以他就索性我就打变化嘛，我去利用手腕的变化去找点。击网球也知道怎么来处理啊，按住之后往两边去抹。这个球看似比较菜一些，所以林月欣呢，这个接一传当中，这个没有完全去动身子，手臂没有完全控制住，还是有一点松。是。到位球，郑云欣这是二号位的跑动，这个球打的相对比较短。柳科他这个球其实非常的高啊，嗯，就是这种高的背飞，他这个跟咱们国内接应打的这种背飞可能比那些球还要高一些，嗯，要更慢，但是他其实人也高，他那个击球点也比较高，所以他这个进攻还是有威胁的。这分球被单掐了，判断很准，而且这球稍微有点进网。就是在一攻接连打不下的情况下，一传压力就会变大。对，这样的话，这个沈哲指导也是被迫请求暂停。
把整个节奏给他对准，精力集中在动脚跟卡位，把这个动作给他送好就行了。看到没有？哪怕就算是你前排往下侧的来垫一转，安心的垫好一转，前排有人进攻，后排有人进攻，是不是？你一个人垫完了以后，我们还有四个点。啊，安安心心把一传保证好，然后发球，发球，发球，我们的发球，加油，加油，还有啊！整个指导其实也在强调的就是，不管是哪个攻手接一传，你先耐心的把一传接好，接好之后，我还有其他的攻手来打这个进攻，就是还是要再打的踏实一些。那这一阵子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传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波动，出现了一些起伏，那又深圳队。网口上的进攻又打了几次比较强势的这种进攻，可能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场上的这个双方的这个气势啊，可能稍微有一些啊偏，可能深圳队现在确实气势要更好一些。是依靠着拦网，终于是度过了这个轮次。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吊球啊，是因为球比较冲网，雅克西奇选择的这个吊球。像这个时候二传前排的时候，你在发球之前一定要场上要提醒一下，球一旦冲网了之后，第一点想到的一定要是盯二传。是转球，这个球是庄宇山自己手腕上的变化，从拦网的这个空当区域打过来了。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战术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成功。第二点又是形成了，其实非常好的形成了两个人的拦网。那深圳队目前比分领先比较多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放开大胆去拼发球的。是。一传半到位。漂亮，下手非常准确。对，庄宇山还是比赛气质很好。对，而且这个球深圳队网口放的确实是显得有一点草率了。这球立得很合适啊，在中间的后三这个位置。主教练马苏林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谨慎，因为现在还领先四分，但是还是发现福建队有起势的这个苗头，马上就请求这个暂停。是。
哦，防守好球，防起了博斯科维奇的强攻，连续再给一板，哦，连防两次啊，郑一新再给第三板，掉球了。手上球啊，没防起来。阿里耶娃这球也是高点抖腕，所以这个进攻的线路在防守队员的身前。这个背快的节奏相当快啊，对，真的是手起球落。其实福建队这两年的复工啊，中间的复工都不是特别的高，嗯，像之前其实你看这个小丽还在打球的时候，他们中间的复工其实还是非常有牵制能力的，是的，包括之前郑一新在三号位的时候。换人的发球出现失误，深圳队反击也是过度，哎呦，这个球，这也是看到了对方有拦网，所以这球探头打的是有点压力啊，这是二传。二传的高度确实是不太够，是，嗯，所以打这个探头球的话，特别是有拦网手起来了，可能对于二传来讲的话就觉得有一些压力，嗯，但其实我们看这又是对方送的机会，自己失误了。这个球梁伟凡还是很积极啊，像这种非常开网的球也没有放网口。球没上好，有点进网，那么这个直接打二次被拦住了，这是依靠防守拼出来的机会，嗯，这个球自由人防守的取位好球，压在这个直线的位置，嗯，又是防七里柳科的这个背飞啊。七里柳科这个长的背飞他很习惯打直线的，
看看暂停回来这个发球。一传还是非常不错的。哎呦，着急，这个球要过了，对。想拐直线了，但是被拦住了。对，其实我们看，这还是网口的这种绝对实力。嗯。那今天梁伟凡有几次啊，这个网口球还是显得有点稚嫩，包括刚才一个探头啊，包括还有上一局一些拦网之后的一个伸手球，够的一下有点随意。其实这个年轻队员和老队员有的时候往往在一些小球上表现的就是是不是那么的从容。有的时候该等住的时候可以等一下。是的。后排三号一个进攻啊，打了一个斜线。那这一局呢，深圳女排还是在这个前半局建立了优势，最终呢是保持到了这一局的局。这样的话，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呢，深圳女排连扳两局，大比分2-1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再来看一下第四局。回到比赛来看第四局，目前前三局比赛双方的大比分是2-1啊，深圳队是暂时领先。第一局其实福建队整体的气势还是打得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在第二局第三局过去的这两局表现中，我觉得还是深圳队在网口上的优势确实是给了福建队不小的压力。那在一些比如说调整攻上，就要一定要通过强攻去得分的这种情况下，福建队
目前场上的这个阵容确实是缺少这样的一个强力的这种进攻的点。而且在第二第三局他们也是一传有起伏嘛，所以打调整攻就比较吃力一些。嗯、对。开局之后这个接发球还是要稳定一点，哦，又是一个一传直接过网，对，深圳队又一次拦网得分。那么这一局呢，从场上阵容来看，应该郑义鑫又打回了副攻的位置。嗯，他们在接应位置上派出了叶嘉静，也想在整个的打法做一些变化。对，郑义鑫来到中间副攻位置之后呢，二传可能在更多的情况下就敢于去给中间副攻的球。是，中间副攻的球如果盘活了之后，他是很大程度上释放两边边攻的压力的。嗯，那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其实两局球输掉还是更多的原因在于两边的边攻这边下球的能力上，一锤定音的能力上稍微有一些欠缺。那如果说是能够通过中间副攻的牵扯去给边攻形成一些一对一的机会啊，或者是一些好的机会，那可能在成功率上会有一些提升。过网压得太低了。嗯，一传不错，被错，漂亮。郑义鑫的自己的掩护啊，对，就是这些球，你看在郑义鑫在这个接应位置的话，这种球就都几乎是没有的。他通过背快的一个掩护，然后再拉开到了这个二号位。对，而且你看刚才通过深圳队的这个拦网队员的这个反应，就是咱们肯定不是说攻守不会拦这种球啊，嗯，但是你忽然位置上的这种调整，等于整个福建队场上的这种战术球可能就变了。是，像这种被错这种球出来了之后，他是没有那么迅速的去反应过来的。嗯，要看郑义鑫打副攻的话，看看他们自由人来换谁。嗯，能换主攻吗？对，嗯，还是要换掉一个主攻。如果按照以往的这个打法来讲的话，郑义鑫是还是要一直留在场上。果然。
那个球防守的时候，自由人可能还是稍微的犹豫了一下，那是不是觉得拦网的队员下来之后能够反手去要一下这个球啊？就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中区下沉啊，但这个弧度很高，已经很慢了。我觉得自由人在整个前插这个移动当中啊，要预判落点要再快一点。其实郑义新这一局到了副攻的位置上，可能我觉得最主要的压力是给到一传。嗯。那个都已经过了，我怎么样子我把我的技术环节给他表现好，那就可以了，知道吧？比如说你说思想包括你要先给他丢掉，知道没有？大胆的你往前冲，现在没什么好说，就冲，啊，知道没有？要冲！就是因为大家都清楚啊，你郑义新打回到副攻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传到位率要高，就你中间的副攻球要。有更多的机会去打这个换位置的变化才有意义。是的，所以可能是不是这种变化无形中给了场上的队员一些压力，可能背上了一些包袱。所以刚才沈泽指导在暂停中也是提到啊，还是就是不要有那么多思想包袱，就是去冲去冲击。来看一下这一分应该会挑战这个庄宇山在四号位的进攻。嗯。球拉开的留点开网，其实在整个调整或者传球当中呢，这个梁桂倩还是这个在追求快的同时啊，要不能说盲目追求快，还是要有稳定性。这球你很快，其实攻手如果不舒服的话，这个扣起来也是容易出现失误的。看一下这个球，嗯，接外的。干扰球了，应该主裁判没有判，因为这个是后排而传。郑鑫也是去跟主裁沟通了一下，嗯，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是有经验的球员啊，像在这种比分的时候你去沟通一下，然后一个是尊重裁判的判罚，然后再一个在这种比分之下还是过掉这个球，不要、嗯、千万不要影响就是后面的这个比赛。这球是没有过网，不拦网要快点下撤呀。对对对，因为我们看这个球就是如果说没有拦网又不参与这个防吊的话，一方面是这个位置的这个大的空档，再一个就是你对后边的后排的这个防守的队员他的上去跟吊是有影响的。嗯，逆风球当中呢，确实在一些逆风球的处理当中还是哎呀着急啊，会短平进攻直接打到界外了。
球没有立住，四号位的高度不够，再次被拦。对，一个是这个球球头没有出来，再一个攻守上步这个节奏也稍微的慢了一点。是，这个我们看到黄鹏他刚上来之后啊，在上步的时候可能节奏上没有找准，没有那么坚决。对，我还不如我到场上完了，我该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整个人到场上去宣泄。我有的。你老是在场上整个情绪全部都是闷的，那我这个时候我怎么走出来？是不是？你放开了，你想法想那么多干什么？你想再多的比赛也都打成这样子的，那我还不如放开，释放开，是不是？我场上来点笑容，是不是？来点声音，叫起来，吼起来，是不是？吹的持球，但是我们看暂停回来的时候，暂停回来之后，这个一传还是起的不好啊。确实，深圳队这个球在网口这个想要拦回去的时候，跟手粘的时间是有点长了啊。一传不错。又是激励柳科的高背飞，自己的扣球出现失误。其实像深圳队目前比分这样大比分的落扣，包括在暂停的时候，沈泽指导也是强调一些场上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其实主要教练还是觉得你不是说对方把我打成了什么样子，最主要的还是我自身的发挥的问题，是就是我自身没有把最正常的我的一个水平发挥出来。现在只有郑一新这一个点是比较正常的，毕竟经验啊包括这个技术能力方面也是最靠谱的一位。深圳队这边一传也是出现问题，机会，非常聪明啊！处理的这个落点，观察到的后排的这个防守空当，对，所以就是一个优秀的攻手在进攻之前，你不光是要看拦网手，还是要看对方的这个防守的阵型。这也是你打到高水平之后一定要具备的。一传到位，这个薛逸芝是打一个前错，但是没有配上。
陈雨欣刚刚这个背错效果其实出来了，但是后排防守很好。双方后排防守的质量啊，这到手球的处理方面还是起球效果并不是很好，包括像刚才这个福建队自由人的这防守，勾到球之后球没有见高。对，好球，转身还是比较快的，对，非常顽强。就我觉得大比分领先之后，深圳这边也是有一点点放松了，感觉场上有点慢啊，每一个环节。对，所以比赛中其实就是这样，你看你如果说有一点点的不主动了，有的时候我们看领先的一方不一定是放松，他可能就是觉得我领先比较多了，我保一下吧，我不那么主动了，但是你一旦不主动就是再给机会。嗯，就是拦住了对方四号位的一个高球强攻。嗯，你看刚才最多的时候比分的分差有七分啊，七分八分，这个时候深圳队要叫暂停了。嗯，遇到只剩三分，那你如果是分差是三分的话，这个是情况是完全不好说的。是的，主教练也是显得有些着急。保护，嗯，这分也是有点运气。对，轻吊球是擦网之后改变了节奏。我一直觉得，其实像竞技体育这种比赛啊，是有气场的。是，你就是你在形势很好、情况性很好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气场就把握住，那这个很有可能这个气势就变了。嗯，这个点拉的还是很高的。对，这一分非常关键。如果这一分如果深圳队再拿不到的话，那可能比赛就不太一样了。郑一新这个球也是拼了。嗯，三号位的一个远网发力的进攻，帕尼瓦这边是包了一个一传顶到位，给了快攻的机会。刚刚这个进攻的好处就是他这个落点是在两个防守队员的结合部，都有一点犹豫，一犹豫一让球，这球就没有了。确实这个球网口很果断啊，就网口的这个球其实也能够表现出他的这个得分欲望啊，嗯，非常强烈。
贝飞打大斜线，效果非常好。这个比分也得拼发球啊，不然的话很难抓反击。一传到位，好球，这是快攻掩护的拉开，庄宇山打手出界。反击的机会，线路还是没有完全去打出来，可能还是在线路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保守。那在需要得分的时候，需要较劲要劲儿的时候，深圳队还是从网口啊，利用他们自己的这个优势。机会球没把握住啊，探头被拦了。这球我觉得在打之前应该能够看到拦网手。你看这个雅克西奇的这个反拦，看到拦网手之后就是一定要有变化，不管是这种探头还是我正常进攻的时候。这已经给了几个机会，但现在这边福建队没抓住啊。漂亮，跑动掩护之后给到了二号位的后攻。对，这个球二传分配的是好球。但是福建队的后攻我觉得还是可以打得更快一些。其实今年我看了福建男排的比赛啊，福建男排现在的整体节奏打得非常的快，可以说是现在国内队伍里面打得最快的一支球队。虽然在很多细节上还是要去下功夫，但是他们整体的这个球队的风格节奏已经是出现了，已经打出来了。是球稍微调整的时候垫到网口，那么这边也没有跟上，球没有抢到高点来处理。保护机会，二号位后攻，扎网啊。其实在这个局末阶段给了很多机会啊，在自己这种第二次调整当中的这个传球的稳定性是不够的。对，而且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是一个二传，也并没有跳传，也就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了，是就是对着四号位，按理说我正常这个球要好稳稳当当的要过去给攻手来打，
看攻手的个人能力。是的，那包括之前庄宇珊被拦那分也是，给到四号位拉开又比较低，而且是有点开网。前面的这个追分的努力有点白追了，我们说这几个一攻也没有打好。那的话，深圳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薛逸之是想在这个时候还是想打一些他自己的战术，但是复工自己有打这种，你看打这是打一个前飞，嗯，二传还是给不出来啊。哇，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嗯，局末的时候是不是深圳队，我觉得这个时候心情上也是有变化。对，就我拿到赛点了，我赶紧的想要把这一分去拿下来。情绪出现波动的话，还是需要尽快去调整的。一传一扳，有点进网。还是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反击速度非常快，比较郑一新的二位的偏背快的一个进攻，而且这球也不是给复工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是的，还是要找这一点，其实给矮了，嗯，非常明显。这还不暂停吗？嗯，可能还想看一下这个一攻啊。嗯，哇，连追了几分，最后是他的这个发球失误了。嗯，确实在这个比分当中啊，连发五分对于年轻球员来讲也是有压力的。前面几个冲的还是不错的，也抓了几个反击的机会。最终呢发球下网结束了这场比赛。嗯，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一分发球失误也是有点体现运动员这个时候场上的心情。就你在前面我可能啊，这比赛我可能就冲一下吧，有没有机会，嗯，对吧？但是追到了差两分，哎，我忽然我的心情觉得这个比赛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是的，那我要做好，我要发好，我要到什么效果，就会开始有想法了。那一旦有了想法之后，有了压力，我们看最后这一分是出现在发球失误上啊。尤其是越往后发，包括像22-24、23-24的时候，这个发球，他可能就会像刚才张哥讲到的，可能会想要这个球该怎么发，千万别失误啊。对，反而会干影响到你的这个技术动作。嗯，四局比赛这个是3-1，深圳澳洲虎龙华女排是在第二回合的季军的争夺战当中呢，再次的获得了胜利，也是以2-0的总比分啊战胜了福建女排，获得了2022-2023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的这个季军。嗯，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其实还有一点戏剧性啊，因为福建女排也没有放弃，这轮发球刚才我们也讲到了，确实在冲击对手，那么在这种有压力和心态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动作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最终是发球失误结束了比赛。对于整场比赛来看呢，张哥你从相对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福建女排在这种先赢一局之后，场上整个的场面还是会有一些起伏的，对于年轻队员来讲确实也比较正常。嗯，对，其实这场比赛来讲，我相信打到这个三四名的决赛，那今年对于福建队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其实在最后三四名跟深圳队的较量上，确实他们的相对在网口上的短板比较明显一些。嗯，那主教练也是对于现在能够调动的这些队员在场上位置上，也是想尽了办法去做一个最优的搭配。那确实在网口的这个绝对实力上，跟深圳队的这些外援这些攻手强攻的攻手还是有差距。那其实我觉得你看，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第一局
先赢了之后，那后面连输三局，其实在我看来，第一局福建队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他们调动的更好一些。那在第一局，在深圳队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三四名决赛的这个状态的情况下，他们先把握住机会拿下了一局。那在第二三四局之后，这个情况下，深圳队是知道我在场上应该用一些网口上的优势去制约你之后，那福建队在后面我们看到可能确实打得相对吃力了一些。但是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福建队这支球队一直以来，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们跟咱们是一样的，非常喜欢福建队，是因为这支球队体现出来的凝聚力，体现出来的他们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他们的这种打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排球，他们各个位置上的身体条件也好，就各种条件也好，都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他们能一路打到今年这赛季的前四名，我觉得还是值得很多的队伍包括球员去学习的。深圳队还是想说一下，深圳队这赛季可能也是咱们排超联赛中包括上赛季说非常特殊的一支队伍吧，然后这么多的外援，那这赛季拿到第三名其实也是给咱们的这个排超联赛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就是后面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多的去跟一些高水平的外援去交流，然后去较量，然后他们的加入我相信会让咱们的国内的球员能更加的放宽拓宽眼界，然后去学习他们到他们身上的一些很多优秀的地方，我觉得对于咱们排超联赛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像张哥讲到这个深圳女排的这种高举高打的实力，其实也给我们这些国内球员在拦防上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锻炼。那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张哥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解说和点评。我们在今天晚上19:20呢将会来转播今年女排联赛这个最终的冠军争夺，将由这个上海女排对阵天津队，我们也是到时候依然呢在演播室给大家带来转播。我们呢晚上的转播再见。再见。